Just you, just me. Let's find a cozy spot where no one can see. Just us, just we. We've missed an awful lot. What bliss it'll be. Oh, gee, what are your charms for? What are my arms for? Use your imagination. Just you, just me. We'll tie a lover's knot. Just say you love me. Just you, just me. 林海峰 We'll tie a lover's knot. 卓允之 Just say you love me. 男上女下 JNG 令你生活更完美。各位朋友早晨，过完一个周末周日应该就是精精神神的。是啦，咁话驚啊驚啊，但是都有人出街㗎啦照样。我星期五晚已经见到开始有返塞车嘅情况出现啦。喺条街见到车都开心。咁睇下你自己嘅目的系点样啦，即系去玩乐啊，定系即系去享受一番啊，即系咁。咁譬如呢喺即系过往嘅假期里面呢，有一日呢就因为戏院呢播返啲哥哥嘅一啲旧戏，咁免费呢就俾啲朋友入场，咁结果呢就系即系爆晒啊，即系咁样。咁见到呢都好多人呢肯入戏院睇。咁当然呢头先讲原因就即系夹杂咗好多元素底下，先至会有人咁做啦。系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星期六日咧，我行出街，我见到真系开始多翻人噶啦。咁而且亦都有真系嘅接受访问嘅时候，一啲食肆都话：咦，系呢个 weekend 咧系多翻生意。咁而且咧，自己咧就去一啲餐厅嘅时候，发现咧，尤其是嗰啲特点餐厅就系有露天部分嘅吓。咁所有有朋友 balcony 出去食嘢嗰啲地方，嗰啲餐厅咧就嗰部分好爆，零舍受欢迎，就系嗰部分嘅。但系好啦，讲紧室内呢个关于睇戏嘅啦，有一出戏咧就迟啲就会有一睇啦，咁就係呢 Mr. Bean 做嘅。咁啱琴晚睇咗个特辑都几特别。咁 Mr. Bean 呢，咁之前呢即係拍咗一连串嘅一啲默剧啦，咁然之后呢成为咗大家即係晚饭后啊或者临瞓前啊必睇嘅一个娱乐啦。之后呢佢而家拍一出戏，咁呢一出戏呢叫做呢就係、是、Johnny English 嘅，叫做特务 On J 嘅中文名叫做。咁古仔就係咁样，古仔就係话呢皇室嘅名贵珠宝呢俾人偷咗，咁情报局呢就派咗呢顶级嘅特务追查，咁可惜呢件案件呢未破呢，咁个精英特务已经殉职，咁令到情报局呢就人手凋零啦。咁跟住呢呢个喺国际嘅大道专麦高位置 John Malkovich 就而家咧就计划紧咧就系偷走英女王嘅皇冠，咁而家情报局咧只可以派出咧就系石果仅存嘅呢一位初级嘅情报员，即系由呢一位 Mr. Bean 主演嘅呢一位朋友叫做 Johnny English 咧就走马上任，咁啊外号咧呢一位叫做特务 On J 嘅Johnny English 咧就以咧保护大英帝国嘅名誉咧为己任，咁啊自用咧系都冇噶。其实呢一位 On J 佢呢度咁写一个即系，因为咁就会睇到呢、這、一个即系 newsletter 新闻稿。咁但系咧佢嘅新闻稿特别咧就系佢写咗咧呢一位特务 On J 喺呢一出电影里面嘅特点嚟。我睇完呢一特点嘅时候，我发觉啊佢嘅特点都几似一个人咁，即管大家估下系边个啦。咁佢写住咧就系呢位特务 On J 就系信心十足、勇往直前，但系最后关头又会功亏一篑嘅。咁啊佢好珍惜生命嘅，人哋先死就好过自己死先。咁咧就系冇帮拖就有甩拖。又名咧就系特务零零甩嘅，咁啊同埋咧佢嘅特点就系只会作出一啲错误嘅判断嘅啫，仲有咧佢有啲阿 Q 嘅精神就系话佢时心谂啊，即系哎呀我搞到弯晒添，但系我唔会俾其他人发现咧呢啲嘢系我做嘅啫。咁究竟系似边个咧？呢一个特务 On J， 我哋先嚟听下咧呢一出电影嘅主题歌曲。咁啊唱歌朋友咧系 Robbie Williams 歌名叫做。虽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是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叻啦，比其他人点啦，比其他人靓啦，但是讲到尾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一般人来的。普通人一般人的一生就是普普通通一一般般这样过的。
咁但係某啲情况下，我哋呢会俾自己推到一啲好极致嘅状态，例如我哋为咗一个我哋好爱嘅人啦，我哋为咗好想得到某啲嘢嘅物欲嗰啲贪念啦，又或者纯粹就係、是、冇我想为咗得到一个奖牌，又或者更加纯粹嘅係我想求生，我哋就会变得能人所不能。最新嘅新闻呢，喺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市中心，有市民怀疑地下嗰度呢就有一啲战俘被困住，咁於是呢佢哋为咗救人心切，急得徒手挖至自己嘅手流血呢，都要尝试去救地下可能有人嘅人出嚟。原来有多一个情况会令到我哋能人所不能，呢样嘢叫做恻隐。战争一个炸弹炸落嚟，其实揭发嘅系万千嘅秘密。美军咧就攻陷咗侯赛恩旗下其中一间大宅啦，咁呢间大宅咧基本上里边嘅装修咧系有型到有钱到咧，你可以想象到系能人所不能嘅。咁然后另外咧，亦都有一个人自称咧佢就侯赛恩嘅整容师咧，就向美军投降嘅。呢啲一连串嘅秘密，你都会发现有啲人系生活喺能人所不能嘅境界之中嘅。最可爱亦都系最可笑，亦都系最可悲嘅就系呢间屋咧，就应该系侯赛恩同埋佢情妇嘅爱巢嚟嘅。咁但係竟然喺呢一间屋里面揾到侯赛恩同佢嘅妻子嘅合照。作为一个女人，我係真心觉得呢一位情妇同埋侯赛恩嘅妻子都係能人所不能嘅。四月十四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第十位，我哋其实一般人呢唔会被自己推到一啲咁嘅状态，而多数令到自己能人所不能呢都系被逼㗎咋。咁而家呢一个唔知系咪算叫被逼，我諗都系自愿嚟。咁上个礼拜呢，咁睇新闻片啦，见到呢就系即系土大嘅居民啦，可以即系返去搬返去自己屋企嗰度啦，咁好开心嘅画面啦。咁然之后见到另外一方面呢，见到好多人呢就好似搬屋咁搬嚟搬去呢，就系即系有啲居民呢怕自己个座受到感染。咁然之后呢搬去一啲呢就未受感染嘅一啲即系亲朋戚有屋企站住啊，跟住咧又见到咧，另外一啲咧都同搬有关，就系因为咧见到即系巴格达市中心有市民抢掠啦嘅情景啊，咁啊，然之后见到好多人民咧就入去啲官邸啊、大使馆啊、酒店啊，然之后咧就逐样逐样嘅搬出嚟，咁我觉得呢个画面都几即系悲凉嘅，因为第一即系人民嗰度嘅人民咧就过住一啲生活咧就系即系唔够食啊、唔够饱咁样啦，咁即系基本上好穷困啦，咁但系即系忽然发达啊，佢哋即系暗哑底系被逼，但系去到最后就都冇办法啦，佢哋好穷。咁原本係忽然之间发达啦，即係成座电视机啊、两部冷气机啊、四张大床褥啊、暴发户啊，即係突然之间暴发户啊，咁即係好似好矛盾咁样，咁同时间就係话佢哋嘅屋企已经俾人炸烂晒啦嘛，佢啲嘢可以要嚟做咩呢真係。咁但係见到嗰个情景我觉得真係好夸张，就係、是、譬如一个人呢可以即係搬一两部冷气机啦，然之后就係冇车㗎喎，即係冇运输车，佢哋拖㗎咗，徒手拖㗎咗。而佢哋屋企一定离开个官邸好远，你会知道即係何俊恩住嘅官邸一定係离开即係佢哋即係穷人住嘅地方好远㗎嘛，咁要搬好远，跟住一个人呢抬两部雪柜啊同埋四部电视机啊。睇嘅时候真係觉得係咦几好笑。好劲。好劲，但係好佩服佢哋真係能人所不能。譬如有一个呢就係一架木车㗎咋。车都冇啊。唔系嗰啲搬屋嗰啲车，即係一架木头车咋。咁抬住就係咩呢，抬住有我数过差唔多有八部床褥啊。然之后呢就有十二张凳连一张台添啊。好开心喎，抬返屋企喎，全部都系。咁原来发觉呢真係人呢到某个即係形势嘅压迫嘅底下呢，可以发挥人类嘅极限呢，就系做一啲呢就系能人所不能嘅嘢，譬如呢一个。即系几重都冇问题啊。同埋你要知道佢哋不嬲都系唔够食㗎嘛。但唔够食都有咁好气力喎，系咪先。好劲喎，真系呢个绝对系能人所不能嘅嚟㗎。譬如嗰啲古董咁样啦，你又谂下即系话啊，都头先都讲过，即系唔知佢哋搬返屋企做乜嘢啲嘢。咁譬如古董又系啦，即系佢哋咪有一个揸住个花樽好开心嘅，哇，真系装饰咯，真系你真系唔知佢哋攞嚟做乜嘢。喂，真系去 gym 啊，练几多啊，都未必要去到，系嗰种心态、嗰种精神状态会令到你可以抬到两部。我就睇嘅时候就喺度谂自己啊，系咪即系如果自己俾人压迫到个地步咧，就原来可以做一啲咧平时咧都自己觉得做唔到嘅嘢嘅，就系譬如搬啲咁重嘅嘢走。所以咧搬屋、搬厂、搬写字楼啊，又快又平啊，搵嗰度啲人咧一定帮到手。四月十四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第九位，讲呢个能人所不能咧，先讲下人嘅其中一个特点，即系人同其他动物就唔同嘅，即系人咧就多好多矛盾嘢嘅，即系我好想赚好多钱啊，但我又嫌自己冇 lifestyle 啊，即系好想出人头地，但系星期一又好唔想翻工啊，咁啊即系又要啲嘢免费嘅，但系如果免费嘅时候你又会惊啊，咁即系你。
矛盾呢样嘢系个特点嚟嘅，系人嘅特点。即系你有几可见到啲鲸鱼话自己冇 lifestyle， 即系穿山甲同你讲好多心事，真系唔会噶嘛。咁好啦，如果矛盾系人嘅特性咧，咁近期咧大把人咧就系去到矛盾嘅极致状态，能人所不能噶。咁因为在街上面见到太多，即系戴口罩为咩啊？即系为贪得意、为 fashion 嘅同时，其实真系为咗保住自己个肺噶嘛。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除低口罩就不停食烟啦。咁其实一般可能嗰啲人其实佢本来都唔好关心自己健康嘅，即系唔好关心自己嘅肺部嘅健康嘅，亦都吓。咁、但系佢会继续去一边吹残口罩，一边保护。有人就 double standard 咁样系嘛？寻日啊喺 lift 里边啊，咁啊戴口罩，咁系为咗保你自己，都系保身边嘅人啦、戴住口罩，突然间除低口罩，哈啾戴翻，哇！全部喺 lift 里边嘅人好惊。咁又矛盾，另外一个就系、喺街见到亲身嗰个男人就系企我隔篱嘅啫，戴咗一个好劲嘅口罩，即系咩劲法咧？有铁片啊，跟住有啲牌子喺度嘅，其实我有啲会塞啊，即系好似波鞋嗰啲揿嗰啲 air 嗰啲咁嘅嘢啊嘛。咁系名牌子口罩咁啊，但系佢戴住个口罩戴得好紧嘅，你见到佢系好紧张自己嘅健康嘅人嚟嘅。咁但系佢系冲过马路。啲车系就嚟撞到嘅，你咁你究竟系真唔真值你自己嘅？即系你唔好矛盾啦、大佬。跟住前日啊，朋友目睹啊，就系、一个好一个画面，六个人一齐戴住口罩打交，真系咁啊，唔系打得很狠嘅，但系真系恶打交啊！即系为咗争车，即系一扎嘅司机嚟嘅，即系戴住口罩打交呢咁嘅画面，即系点样？即系而家系咪即系非典型精神分裂啫？大家究竟？四月十四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第八位特首咧上咗去见胡锦涛啦，咁然之后咧，董太咧不愁寂寞啦。寻日咧，佢以咧义工身份咧，联同咗50名咧红十字会嘅义工咧，去到咧牛头下呢一个咧好高危嘅地方嘅传闻系啊，去派发一啲咧就系防炎消毒包咧俾呢个独居老人噶。咁你我谂你都有睇到嗰个画面啦。系啊，咁我都系第一次咧，近排咧系见到有人咧因为非典型肺炎事件而全身作出咁完整嘅装备嘅，即系印象当中咧出入一淘大衣嗰啲咧嘅工作人员啊，或者医院里面嘅医生护士都冇。咁完整嘅装备啊！嗰去打仗啊嘛，嗰身装备冇啊！我觉得喺条片里面，即系嗰个画面里面咧，我最记得咧就系、即系阿董太咧对住一个咧完全冇任何装备嘅婆婆咧，就讲咗洗手三次嘅，洗手洗手洗手。我唔好明点解董太咁中意将即系咁中意三字经，系中意一啲字 repeat 三次嘅。原来佢好中意系咁样样嘅。揿之后，同埋最精彩嘅就系咧，即系话牛头吓住牛头吓住嗰位婆婆咧，即系佢系完全冇任何装备噶嘛。咁、而董太咧系着到即系成套生化武器，即系生化武装咁样入去噶嘛。咁就系去即系牛头吓到派一啲即系嗰啲防炎消毒包俾啲婆婆，我真系唔知边个吓亲边个，即系唔系唔惊死嗰个婆婆，一定系好惊死嘅董太咧。两位都系能人所不能咧。四月十四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第七位，先讲下咩叫团结先。咁啊，团结咧就系、如果你同我一齐，咁然后去做啲对我哋两个有利嘅嘢，呢啲互惠共生咧就都系团结。咁但系唔系团结最高尚嘅一面嚟嘅。团结咧就系即系我哋喺埋一齐，就唔好计较边个得着多啦。咁呢几排咧就即系香港人从未如此团结过嘅。咁除咗香港人之外咧，其实华人都从来未如此团结过，即系。呢、這个地球上咁多唔同嘅地区嘅华人，因为肺炎事件即系大家好似，咦好似有少排华声气喎。咁大家团结都系好简单，就系我冇嘢，我冇中招，即系咁样。最紧话俾大家听，我冇中招，我冇事啊，好干净啊。咁原来喺香港咧，两间大学就是、中大、港大咧，咁啊又好团结。咁而且寻日咧听到一个访问片段，佢话虽然咧呢件系一件唔开心嘅事，咁但系咧开心在咧，即系难得我哋咧就可以将所有嘅嘢放低，咁好平常心，大家一齐研究，一齐去打呢一场仗咁。咁但系咧，你最咁去到揾钱嗰班人咧，佢都团结咧，就真系团结到不能。我觉得，我嗰日去食饭，咁啊点啊？两间食肆咧就并排嘅，咁我就去咗其中一间攞位，咁啊要等，因为嗰度就露天嘅。咁好啦，算啦，咁等。哦，因为露天所以特别多人即系帮衬。其实都系咁，而且佢台唔系好多嘅啫。咁于是咧，我等啦，等啦，喂唔耐烦唔得，不如去隔篱嗰间啦咁样。咁啊隔篱嗰间咧，其实咧就啱啱开嘅啫。
咁我哋系从实招来，就话俾佢听，嗱，其实咧我哋咧就喺隔篱攞位噶啦，咁啊咧就咧见到你哋嗰间啱啱开，我哋有位就坐住先嘅啫，咁。咁都得啊？系，即系你都谂住帮衬翻排队嗰间嘅。系，其实从来个心都系，即系 hea 住先。再加上佢啱啱开间都话，其实我哋都未整好，如果你系要叫嘢食嘅话，都可能要十分钟，我哋未 set up 好啲嘢咁样。咁然后咧，我哋一讲咗即系从实招来之后咧，嗰位老板娘竟然同我哋讲，不如咁啊，我过隔篱嗰间铺头攞个餐牌俾你喺呢度叫嘢食啊！哇，咁好啊！我就第一下谂，啊，系唔系其实即系兄弟生意啊？即系你知而家好多地主噶嘛，咩其实都系同一个 group 噶嘛。咁我就问翻我哋话，唔系噶，两间铺头唔关事，真系唔关事。咁你突然间觉得系，喂，大家好团结啊！即系二话不说冇问题，我帮你过隔篱攞埋餐牌有乜嘢所谓？咁我觉得嗱，即系大家今时今日好团结啦，咁啊，第时冇事，咁啊，终有一日都会冇事嘅。呢场仗都系会打完。咧，第时冇事嘅时候咧，即系千祈唔好忘记我哋曾经喺呢段日子啦，一齐打生打死啊！Pure Energy 面撞面，好面善，有交易，靠实力，周身喐，扮忙碌。男上，女下。四月十四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六位咁啊，见到呢卡拉 OK 啊、商场啊，都即系饱受呢一个非典型嘅肺炎嘅影响啦，而生意大减啊，咁啊，大家都谂尽好多方法去即系点去帮助生意、刺激嘅生意。系啊，上个星期你咪讲过一个酒精啫喱嘅、嗯，我就即席已经试咗啦，真系去咗，好正啊！原来佢就有一个小站咁样嘅，那个站就冇人 serve 你嘅，咁然后前面就有两支揿好似普通洗手液，咁写住酒精啫喱，咁然后上边一格咧就系湿纸巾嘅，咁你就挤啲酒精啫喱，咁然后洗手咧就唔使用水冲嘅，系咩？哇，好正！我觉得就算肺炎完咗，都应该 keep 住呢个站。但系佢有冇另外有一支咧，就系 body lotion 俾你捽翻匀只手啊？算啦，冇咁贪心啦。而家抹完、清洁完之后，又有啲 lotion 咧保护翻只手咧，唔好俾佢烂。因为嗰啲酒精感觉其实系好舒服，佢挥发咗之后咧，只手好爽。哇，好正！希望继续 keep 住。嗱，咁啊，除咗商场都标榜自己系无毒商场啦，做咗好多设施之外，咁卡拉 OK 都标榜自己系无毒 K 房啦，好似唔好用无毒 K 房之前有毒咁样，无菌 K 房啊，干净啊，等你玩得真系安心啊！即系咁，咁之前第一浪咧就系即系佢哋做好本分啦，就系宣传自己，即系话自己啲员工啊，点样即系室内清洁啊，进行一大清洁。咁去到第二浪咧，就有咧就揾一大班嘅年轻歌手拍啲宣传片咧，叫大家放心去唱 K 嘅、嗯。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啊？嗱，呢一个咧都系即系能人所不能，因为咧都唔系其他人可以做到，只系可以佢哋做到。点解咧？呢条片咧就系先嚟咧就系嗰啲年轻歌手咧嚟一个搞笑片啊，就系扮演一家人啊。咁然之后咧就有啲细蚊仔话喺屋企闷啊，哎呀好闷啊，爸爸妈妈。咁然之后啲年轻歌手就扮爸爸就话唔好出去玩啦，咁妈妈就话出去咁啊，结果就终于谂到就去唱 K 啦，然之后就去嗰间卡拉 OK 唱，大家好开心咁唱啦。咁跟住咧就系然之后咧就去到咧嗰一班嘅年轻歌手咧就回复翻真身，就坐喺一个 K 房嗰度咧一排咁样咧，逐个讲一啲咧就系叫大家安心嘅一啲字句。咁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就觉得好感动啊。咁啊事关咧佢哋喺同电视机面前嘅观众讲下，即系话而家已经消毒咗噶啦，咁啊即系总之个大致意思去淡化病毒对大家心理威胁啦，其实好简单。咁、但系咧，每一个咧，尤其是一两个咧，系讲到咧，好似佢哋系即系医生咁样，其实个病已经冇噶啦，即系差唔多系咁嘅意思啊，或者个病毒已经控制咗噶啦，即系佢哋传达嘅信息系差唔多去到咁样啊，即系总之唔好理咁多，总之就要大家嚟唱 K 啊咁样。咁、我谂哇，真系都算叫做出尽口述去，即系去话俾大家知，即系冇事啦，放心啊，即系咁。你明白佢嘅生意难做，佢一定要咁样。咁但系有一两个系零舍夸咗件事，即系好似讲紧佢自己系个专家或者系医生咁样。但系度过啊呢条桥，唔知啊，即系有一两个系零舍讲到好似即系佢系即系好似知道个病毒已经搞掂咗啦，已经唔紧要。我喺度谂啊，如果佢系即系政府嘅代言人咁啊好啦，系咪先？系政府代言人做唔到呢样嘢啊，如果佢做到，我哋更加有信心啦。咁喺呢一个尤其是呢个环境底下咧，即系当局都未敢。大声话即系疫情受控制嘅时候咯，我哋咧只系可以喺卡拉 OK 嘅宣传片里面，我哋见到呢啲年轻歌手咧喺佢哋身上得到一啲好有信心嘅一啲指标，系完全系得佢哋嘅啫。嗱，能人所不能啊，只系佢哋做到嘅啫。四月十四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We are running through space。第五位。
而家咧乜嘢產品咧，佢哋即死愣爛愣咧，佢都要同抗肺炎有關係。咁上個星期你都提過，列舉咗一紮嘅產品啦。咁呢個就即係佢哋愛到呢件事不得了啊！即係其實大家話好憎呢件事啦，但係都係佢係好愛呢件事。冇喂，冇佢哋真係冇得有個題目俾佢哋發揮㗎，係咪先？係咁，其實廣告係一個目的嘅啫，就係、是、點樣包裝都係你買我啲嘢啦。咁、即係以前大家唔敢消費一個原因，因為我窮啊，我冇錢啊，我點敢使？咁但係而家佢點解要咁愣咁多抗肺炎？就係、是、因為主要嘅原因就是我根本都唔会出街啊！咁其实咧，而家出所有嘅广告、商铺咧，佢哋嘅敌人咧都系肺炎。咁啊，好啦，有个新闻咧，今日啦就有一啲大型嘅鞋铺啊，咁佢话冇啊，两日得一单生意。好啦，咁然后咧，尖沙咀39年历史嘅呢个诺曼帝法国餐厅就话冇啊，我执笠啦咁。咁啊，哎呀，少唏嘘，因为佢就话其实咧，当年曾荫权先生都嚟过噶，咁、即系可能曾生一揭开报纸，哎呀！今日冇心机食咗餐。曾生已经好似静静地噶咯，已经。所以咪睇报纸屋企，真系衬晒真系。咁呢排咧，嗰啲大型连锁唱片铺，咁其实大型连锁唱片铺有一个小特点咧，就系佢比其他人偏贵啲，因为佢真系俾好多服务你啊咁。咁但系你发现佢系变咗杂价摊噶啦，即系长期200蚊三只，以前都会有200蚊三只嘅。我記得好清楚，但係呢佢通常一段時間嘅啫，但係而家係長期都係咁樣。嗱，好多有啲歌手呢可能呢段期間呢就算錄咗碟都唔敢推出住、但係我哋見到呢唱片公司呢都會呢喺電視台呢登嗰啲唱片廣告，就係精選碟嘅廣告。我最近睇咗一個呢係即係類似 Love Together 嗰種模式呢，就係、是、總之5-6首歌呢剪埋一段呢剪埋一段呢然之後你去買。咁同埋呢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用嗰個碟嘅顏色呢同 Love Together 呢好接近㗎。即係你嘅個感覺係咦嗰啲係好抵嘅碟，因為 Love Together 賣好多你要知道。同埋嗰啲歌呢尤其是咧，嗰啲曾經我哋聽過好 hit 嘅歌，剪咗尤其是 chorus 嗰段，淨係 chorus 嗰段咧，係零舍覺得好聽嘅。即係如果你播曬全部，幾分鐘心幾分痴咁啊，三四分鐘咧，即係你真係頂唔到啊！但係淨係嗰句幾分鐘心幾分痴咧，就真係好 work 喎。連續幾首加埋，你係有個衝動，係啦，要去聽翻，同埋即係加埋啊！近期咁多事發生啊，即係80年代咁啊，70年嘅感覺啊，要即係翻揾翻嗰啲感覺，捉緊嗰啲感覺。我覺得呢隻碟啊，實爆啊，真係。係，因為其實咧，啲唱片公司嘅人員咧喺度即係同我哋啲 DJ 們宣傳嘅時候，佢哋都會睇到，我哋肺炎都出碟啊！我哋精选碟咯，精选碟咯，所以一定要有。唔系，其实都有人出碟，关心妍都出碟咁，即一定有人出碟。咁何韵诗要出碟嘅，直情嗰、那个佢都系精选碟噶，不过何韵诗系嘛？但系佢嗰个 tagline 好正嘅，就系、是、何韵诗都有得做啊嘛！即去到肺炎啊，即大家我都仲喺度做紧嘢咁样。好啦，咁然后咧去到即系头先你提咗卡拉 OK 啦，即系卡拉 OK 之战役咧，佢极限，即系人体极限嚟噶啦，25蚊任唱，乜嘢都唔收你，即系你俾25蚊，我乜都俾晒你。咁就系咁。好啦，咁寻日行街中环连锁高级嘅书店，买一送一，阿张你真系快啲去。咁买一送一系啊，任拣啊！嗱，你100几蚊书又系咁，200几蚊唔系，即系我系咪买100几蚊书送1000几蚊书啊？唔系，咁佢梗系送平嗰本俾你啦。咁、但系你拣两本相约嘅，你咪觉得好抵咯？喂，真系讲紧5折。好啦，咁然后咧，最新咧，我电台都听呢个广告啊，就系而家正已经系抗肺炎去到嗰个地步咧，就系买电脑送上门啊！嗯，或者你打翻嚟俾我，咁我就送啲嘢俾你啦，咁你就唔使落街啦咁。即系以前就系贱物斗穷人啊嘛，即系而家就系贱物斗病毒啊嘛。咁所以咧，即系你真系唔笑得，你真系笑唔落啲广告同商户，因为佢哋真系日日喺度打紧肺炎。Marvin Gill, Diana Ross,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Dolly Par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Lionel Richie, Diana Ross, Endless Love. 浪漫动人阿 Jan 呈现，天下情人阿姿经典 ，Love Together 咪咪摸摸，今日爱不释手，男上女下。My Endless Love。4月14号星期一，男上女下，能人所不能啊！第四位，哇！今日早咁快到第四位，稍后时间嗰三位一定系非常之咁重要啦，系咪？冇错，第四位都非常之重要噶，都系咧就话诶，能人所不能就是、有啲嘢咧，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嘅，就系点样咧？咁啊，今日早咧就喺娱乐版咧睇到呢、這、一个即系其中一个报道啊，咁啊睇到好开心啊，咁啊我照读咗出嚟先啦。咁啊头条写住咧就系 Shine 澳门歌唱歌迷劲 high 啊！
哇，冇得顶啦！男子组合 Shine 咧，咁啊前晚咧喺澳门举行音乐会啦，咁现场咧大概有近300名 fans 咧到场支持，咁当地嘅歌迷咧十分热情啊，咁啊 Shine 咧感动之余咧演出亦都十分卖力，咁啊歌迷咧除咗听歌之外，仲有机会咧上台同偶像玩游戏，咁有啲咧女歌迷咧见到黄又南啊，即系你嗰啲咧，就忍唔住咧要热情拥抱，吓到咧就又南啊不知所措咁样。系啦，咁啊呢一次音乐会咧仲设有咧就系抽奖嘅环节，头奖咧就系双人七天日本豪华游，咁啊黄又南咧同埋徐天佑咧。Shine 嘅两位成员咧，对呢一份大礼物咧，深感兴趣，甚感兴趣啊！即系好有好想去，咁事关佢好想放假咁样。咁我睇到呢一个，我觉得冇得顶嘅，真系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第一就系嗱，台上面嘅 Shine 咧，嗰幅相影住佢哋咧，系冇戴口罩表演嘅。咁然之后咧，300名 fans 到场支持啊！咁啊，细细一幅相啦，全部你见到啦，举晒手啊，落街啦，全部冇戴口罩噶，大家企到好密噶。喂，呢啲真系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咁然之后咧，嗱，睇翻嗰度啦，佢话即系 Shine 咧，感动之余咧，演出亦都十分卖力，梗系卖力噶，大佬喺香港边有机会啊？而家系咪先？去到澳门就有得卖力啦嘛。咁跟住咧，有女歌迷咧就见到咧黄又南咧忍唔住热情拥抱，喂，有得拥抱喎、啊，系咪先？而家边有拥抱呢样嘢噶？跟住佢话吓到又南不知所措，梗系不知所措啦。佢几可有得拥抱啫？呢个期间我讲紧，近时啊有啊，定系即系尤其是香港发生呢啲咁嘅事之后，咁啊真系睇翻。哇！真系冇得顶，呢啲真系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啊！呢啲嘢系咪先？同埋最后咧，仲要话个音乐会咧有抽奖，头奖系双人七天日本豪华团。哇！呢啲日本呢啲真系我倾系香港旅游业嘅金路。头先嗰个就系香港乐坛嘅金路嚟嘅，即系你几可见到有歌手可以上台啊，唔戴口罩唱歌，然之后歌迷一唔使戴口罩嗌你，跟住仲有歌迷可以上台揽你，真系系咪先？呢、這个金路咁跟住仲有放假去日本，呢、這个好多人嘅金路添啊，净系冇得顶啦！哇！呢、這个唔单止系近期娱乐圈乐坛嘅金路，直头系香港市民嘅金路。好真系好 shine 啊！呢单嘢冇得倾啊！嗱，呢个真系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啊！就系佢哋咧可以继续出街吃喝玩乐啊，就系、是、做乜都得啊，就唔戴口罩得啊，做到一啲我哋冇得做嘅嘢。同埋一世事好奇怪，即系澳门咧咁近我哋啊，就乜事都冇发生啊！即系除咗妒忌呢两个字之外，真冇乜说话可以讲啊！真系。老细，等我同你介绍下飞弹靓女芝芝、思思、姑姑、B B。老细。点称呼啊？林公子啊 ，OK， 你成唔好讲咁多，先嚟个冰火。南上旅客，四月十四号星期一，又一个新嘅星期，又一啲新嘅冰火。牛头虾，冰高威角火，逆浮冰，而家系逆下。哦 info.gov.hk bang sosick.org 火咁拼咁拼咁拼 bang 洗手洗手洗手火曾荫权司长 bang 杨永强局长火杨永强局长 bang曾荫权司长火朱镕基撑香港 bing 胡锦涛撑特首火董建华特首 bing 何厚华特首火香港 bing 澳门火好啦，睇翻呢一度发生咩事啦？减租救亡，冰，索性暂停营业啊！火，口罩、手套、漂白水，冰，空气清新 VCD， 火，出境要探热，冰，飞机不见了。这个你读啊，你熟啊，这些没错，亚仙奴